你好，Cash。你好，小茹，你为什么昨天打电话给我啊？对不起啊，我昨天很忙嘛。没关系，我听说你正在跟 Shirley 老师学习华语，对吗？对呀，我跟他说了5个月多，怎么样你知道啊？你在跟他说中文是吗？哦，我看到你的名字上 WhatsApp status。对呀，我跟他学中文，我也才打的半学4个月。打交得非常好啊。我同意，下次我们都可以一起学华语。当然啦，我很满意和感谢跟雪莉老师学习呀。对对，好的，我有做了，保持联系，再见。好的，保重，和学期见面吧。